哇，好像是一大分啊！我现在就应该是把球给顶进来的。哇，这个出手造成了犯规。我们看一下是在出手前还出手之后呢？场过中场之后要做一个出手，林妈生气了，也站起来了。林妈真的生气了。哇，很难想象在勇士的主场居然主队的球员会被球迷嘘哎！啊，现场其实听到了蛮多的嘘声。对，那要看出手是在对，这球要去阻挡到哦。林书豪其实没有把他拉下来，而是他出手之后重心是有点不稳啊，所以落地的时候不是背部着地啊，因为蛮接近的，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看起来时间到底简单，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享受的时间啊。富邦勇士单节得到了36分的分数。那同一时间，钢铁人在第三节呢，只有得到不到30分的分数。OK， 经过裁判 II 检视，本次犯规时间到之后的犯规，所以说本次的犯规无效。哦，所以这个犯规是在第三节时间结束终了之后啊，因此。这个犯规就没有办法执行罚球，所以第三节结束，在三节打完之后，双方的分差21分，98-77，要休息。